一如往常，八十过五的老书记早早地起了床，洗漱、早餐，一如既往的一大碗面条，外加几个鸡蛋，然后是数十年雷打不动的老习惯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，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。快点儿，小脚女人啊你！哼，挺大一男人，怎么会是小脚女人呢？哎呀，你看咱们村这地啊，不是被土堆隔的七高八低的，就是被那小河沟划的零零碎碎。拢共不到一平方公里的地，啊，被隔了有1300多块。老百姓怎么说？高天堂，高天堂。半月不雨，苗发黄；低天堂，低天堂；一场大雨，白茫茫。哎，命啊！爷娘把咱生在这块土地上，天注定。从来就没什么救世主，要想改变自己的命运，只能靠咱们自己。靠他们自己呀！伸直了啊！不少啊！到这儿正好是15米。啊！老哥，红旗村怎么走啊？往前走，过一个河岔子，看见插红旗的就是。哎，好，走亲戚啊？啊不，我们买磨盘的。磨盘？什么磨盘？你不会连红旗村的大磨盘都不知道吧？他们要卖大磨盘。小班，我们去买大磨盘啊！走吧。书记，这磨盘是红旗村的命根子呀，咱把命根子都卖了。书记，书记，绑那边绑绑呢，站底下。你说不卖就不卖了，不卖怎么办呢？不卖，眼下是闹饥荒，家家都揭不开锅呢。不赶紧把大磨盘换几个钱啊，往后让乡亲们啃磨盘吃啊！哎呀，这磨盘不能卖，这是你们村的宝贝，咱这方圆几十里没有这么大这么好的磨盘了。你劝我没有用，老吴，这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事，这是全村上下老少一起决定的事儿。哎，那个别绑了，别绑了。哎，那个，老哥，这磨盘我们要了啊！你干啥？这磨盘我要了。哎呀，什么你要了？我钱都给了。
你给他多少钱啊？150。行，我们也给150。另外，我们村再加200斤大米。哎呀，你捣什么乱呢你？这我怎么知道？这做买卖嘛，这天经地义的事儿，谁给的多，这磨盘归谁啊？哎，大伙说是不是啊？是啊。老吴要是多给200斤大米，那就卖给老吴了。大伙说是不是啊？是。好，好，好，我出300斤米。哎，你别吹了，行不行？行行行，咱们这样，兄弟，咱来个痛快的。明天上午9点钟啊，咱们两个村，除了150块钱之外，哪个村拿来的粮食多，这磨盘归谁？这公平合理吧？老王，你说公平不公平？啊？哦，好吧。好，一言为定，一言为定。我就不信你拿的米能比我多。我们村啊，欠了一屁股债，家家都缺口粮。哪有闲钱去买这个废石头吧？是不是啊？是，就是，就是。大天灾啊，早晚会过去，咱们得把眼光放远一点。盖个磨坊，不但省工省力，而且将来啊，我们可以给外村加工米面，还可以给集体积累资金。别说将来，说眼前。对，钱你可以跟村里借，那粮食呢？粮食怎么办？捐。我们党员带头捐，但是啊，这恐怕还是不够，所以希望大家伙多少伸把手，好不好？这个事儿不勉强，大伙回去再想一想。另外，趁大伙都在，我还有一个想法想跟大家说一说。我想趁农闲的时候，大伙再加把劲。把咱们村的地啊都平整一遍。你要平整全村的地啊？对，全村。全村？我们把那些沟沟坎坎的地给它削平了填掉，把那些零零碎碎的小块地变成完整的可以开拖拉机的大田。开玩笑，怎么可能呢？吴书记，你喝多了昏头了吧？我能喝酒啊，你们知道，但是我今天是一滴酒都没喝，我清醒得很。而且我从今天开始不喝酒了，我戒了。乡亲们，我们已经丈量过了，咱们村的地啊一共是800多亩啊，每年干它50-60亩，15年我们就干完了。15年？我连15天以后的事儿都懒得想。吴书记，你这是给我们画饼充饥哟。这怎么是画饼充饥呢？平整完土地以后啊，我们可以用上大农具，我们的粮食亩产会大大的提高，劳动力会大大的节约，富裕的劳力可以去搞副业，搞多种经营。比如说我们现在可以盖小磨坊，将来我们可以盖小工厂，到那个时候啊，我们才真是过上了社会主义的好日子了。你红口白牙说了这么久，没有一样看得见摸得着的，我们凭什么相信你啊？小郑，哎，你不是会画吗？你画给他们看，把他们将来能过的好日子全画出来给他们看。哎，你这不是还是画饼糊弄我们吗？是不是？行了，不要说15年以后的事哈，赶紧凑粮买你的大磨盘吧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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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散会呢，没什么散会呢，还没散会呢，怎么走了呢？哎，15斤，做饭去。5根地，25。25。多少了？哎呀，这才375。
这么多才凑了375万。我看啊，光咱们村的党员和干部带头捐肯定是不够。嗯。哎呦，我忘了，我们家还没捐呢。对呀。我们家就这点口粮了，你要捐多少啊？全捐了。我是支书，我能不来？全捐了。吴书记，要不我先回去了。你去哪儿啊？你往哪走啊？我赶紧帮着称粮去。哎。明年秋天我肯定是多还啊。再说了，我们现在是勒紧裤腰带，那以后是顿顿有肉吃，年年穿新衣服。算我求你了，明天早上就去啊。走，这会儿我来行。走吧。哎，不是爸，你真的不给孩子留一口粮食啊？什么呀？你快点，小小女人啊你！哎，书记，嫂子说的对，你图什么呀？我是党员，又是村支书，我不能站着茅坑不拉屎吧？妈妈，我饿了。饿了找你爸去，跟你爸啃石头啃磨盘。不是那，哎呀那。也不知道外村人，他们拿多少粮食啊？昨天你说的太好了，听听也知足喽。不管将来会不会有那一天，反正我信，信你是为老百姓好。阿叔，我们说的好，做的会更好。走吧，走。多少斤啊？65斤。65斤。啊啊啊！好，来灌一筐，灌一筐，灌一筐，整个往里串下来。来，灌一筐。冲木花溪的，来，看这边来。48斤，放下。哎，整个算一下子。黄家屯比华西村多27斤。来，帮助，帮助，帮助。哎，等等，先别搬，现在先别搬，等着，等我回去再借。哎，老哥，你有完没完？你能借我不能借？昨天说的话都放屁了。吴书记，来，刚才掉地下一趟，让人给捡着了。来，嘿，哎，太好了，来，过上，来。多少？整50斤。现在是华西村多23斤。我说了吧，我说我们华西村不会比你们少的。哎，这个磨盘是我们华西村的，我们买了。哎，王书记，你这个，
好了，收粮入库。好嘞，乡亲们，散了啊！啊，散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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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问你，刚才那个姑娘上来的？王书记。老王，老王，哎呀，你说让我说什么好啊？那叫什么也不说。老吴啊，一个连自己家的宝贝都能卖掉的人，他还有啥出息？好歹你们华西跟我们还是邻居。我这大漠没走远，还不远。老王，老王，你放心，将来我们华西村日子过好，我不会忘了你的。啊！爸爸，爸爸，老王，将来那五十斤粮食，我加倍还你。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快放过！来来来来来来来，稳住！吴书记，啊，要不我回村里头喊人过来帮忙吧？不用，他们自己会来的。不，他们在十八间。哎，来，一二三，接，一二三。别停啊！嗯，等着呢啊！你别压这纸，我们哎，好好。哎，不远。这是透视，你不懂，讲究的就是这样。哼，像吧？就靠咱们几个党员，一砖一瓦的捡，那捡到哪年能捡出个磨坊来？多捡一块是一块，早晚有一天，咱们这个磨坊一定能盖起来。哎，我的那个背篓呢？我给你换了一条宽背带，背着舒服点，你试试。
你不是说我蠢吗？我要是真蠢的话，能娶了像你这样的好老婆？行行了，就想拐着弯的夸你自己。书记，咱的磨坊有房梁了。哪儿来的？菩萨捐的。山北边不有个破庙吗？我过去一看，还能用。哎，放下放下。哎呀，我天啊，我没看错吧？怎么多了这么多石料啊？啊？哎，你不说咱们这房梁是菩萨捐的吗？啊，看，真的菩萨。全队的社员，嘿，吴书记，哎，你看，真让你说中了啊！咱们几个这么干，一辈子都干不完。你是书记，发个通知，号召一下不就行了吗？这事儿不能硬性要求，得靠觉悟。我看只要咱们党员带头啊，老百姓早晚会跟上的。咱们盖这个磨坊，不就是例子吗？这跟磨坊能比吗？磨坊是个小屋，咱们这是改造山河，你干几天行，干十几年，干几十年，谁干啊？这都半个多月了，才这么几个人。那也得干。哇，来，把这块拿走。哟。这怎么了？谁家出事了？啊？估计是有胡家老八子不行了吧？哎呀！喂，来，你看了？去哪儿啊？吴书记，哎，吴书记，怎么了？有胡家的孩子。刘福，开门！刘福，你开门啊！刘福，刘福，你快把门打开！刘福，哎呀，我睡呀！
孩子病了，你不带孩子去看病，搞这些封建迷信的事情，你这不是耽误功夫吗？可是郎中已经说他没有救了，我们这也是死马当活马医。就是啊，我说小赵，哎，快快快，上公社借个拖拉机，咱们带孩子上县医院。哎，吴书记，来不及了，100多里地呀，就是到了医院，我儿子也断气了。哎呀，快点，快点！行了，行了，行了。老妹子，去走。哎，快走啊！吴书记，拖拉机呢？拖拉机呢？拖拉机坏了，不能用。哎呀，哎呀，那怎么办呢？背，要把孩子背到城里去。哎，来来来，给我来来来来来来，快来来来，吴书记，没事没事，来给我吴书记，来来来，快，哎，抱好。先出去等着，我处理完了就过去。医生，我们全村的人都求求你，行不行？再不救这孩子就来不及了。你抓着我，我怎么救啊？哎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停电了？医生，哎呀，这是啊！哎呀，在这儿，喂，是电局吗？啊，好，好，好，哎，哎，好，好嘞。供电局说线路有问题，正在查着呢，一时半会儿的送不了电。那怎么办？刚送来个孩子要抢救啊！小李，赶紧，赶紧启动发电机，先给急救室供电。麻醉，输血，准备手术。
乡亲们，你们是我家儿子的再生父母。啊，不用，快起来，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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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共产党员在前面走，我们在后面，一步都不落下。你说吧，怎么干？对，我就说，我们听你的，你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干，对不对啊？对。好，就从这儿开始干。 耗子，怎么回事啊？家里都没人啊！是啊，全村都没人呢。来，我们去找找去。原来人都在这儿呢。哎，都大年二十几了，你们不回家过年了？加油干吧！加油干吧！加油干吧！多少年了，我一直在想。 总有那么一天，我们家家的米缸都是满满的，人人兜里的钱都是鼓鼓的。不仅人人能吃饱穿暖，而且我们会有自己的医院，谁病了，也不用百十里路背着去城里看大夫。我们还会有自己的学校，让每个放牛娃的后代都能进学堂，读书识字长学问。我们这一辈人，拼死干他几十年。 就算将来我们享不了福，也要给阿山这些后辈孩子们留下一个幸福生活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告慰为这个梦想终身奋斗的前辈们。
看见老书记了吗？哎，刚才还在这儿逗我家宝宝呢，要不你到那边去看看吧。来，咱们各位嘉宾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像眼下的这些别墅呢，全部都是华村村民的住宅区啊。像那这些红色红底的房子呢，都是看见老书记了吗？看见了，刚刚那边子。来，往这边靠一点啊，来。看见老书记了吗？老书记啊，上次往那边去了。老哥，看见吴书记了吗？没有，没看见。老张，看见书记了吧？好像去老磨坊了。老磨坊。书记，我吵了你一圈，您最近怎么了？心里有愁事啊？哎，你说咱们队的粮食年年大丰收，土地改造提前完成了吧？15年的规划就用了7年，而且还多出那么多肥田，咱老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过，是不是？有什么好愁的？咱得享福。想不了啊，小郑啊，你是不会算。咱们村啊，现在看起来肥田是比以前多了几倍，可是以前咱们的劳力是不到300，现在是434个，还是人多地少，而且将来这个地会越来越少。要真想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，光靠在地里刨土坷垃不行。这我真没想过。哼，不想不行啊。当干部的就得想得吃不下睡不着，老百姓才能有盼头。你还得画，把将来的好日子都画出来。你使劲想，比现在还好的日子是什么？画的不对啊，有问题。有问题，严重吗？严重。你看，你只画了农妇也生产，这就好比一个人啊，缺一条腿。人是两条腿走路才稳，只有这样才能大步迈向共产主义啊。你知道你少画了什么吗？工厂。你就在这儿，先画一小五金工厂。我来说两句。我们大家看一下我们墙上这些锦旗，这些奖状，这都是我们华西大队的荣誉啊，也是我们这么多年紧跟上级的指示所取得的成绩。现在全国都在轰轰烈烈的学大寨，这个时候我们要搞这小五金厂，这不是跟上级的厂反标吗？对呀，老吴，我们苦干了这么多年，如今我们华西在全省甚至全国都是有名的先进了，对吧？要是被扣上搞倒退、搞资本主义的帽子，那怎么办呢？我就不明白了，怎么就资本主义了？干个小五金厂就资本主义？共产党打天下是为什么？那不是为老百姓过好日子、过上富日子吗？这是最根本的东西。你看看这上面给咱们这么多荣誉，不是因为咱们革命口号喊得响，是因为咱们把粮食产量搞上去了，老百姓吃饱了，怎么就资本主义了？我小郑，你别激动。大道理我们都懂，是不是？那这万一要出了问题，那没法交代呀。哦哟，没法向谁交代啊？我看没有办法向华西大队的老百姓交代，这才是最大的问题。还是那句话，大队支部决定，
我们就干。万一有什么问题，万一出了什么问题，我一个人负责任。用得着你负责任？华西大队有任何问题，都是我吴仁宝负责任。这次成绩考得不错，你得多鼓励鼓励他，别老那个小人了。各位听众，早上好。今天是9月18日，星期四，农历4月初6。哎呦，真是的！好好的一个儿子，你说没就没了。不行，你们再生一个，还是有希望的。我是不是说错什么话了？支书，不再坐会儿了。哎，支书，不，你有什么事儿吗？没事儿，就看你们难过，过来看看你们。老张，要不这样，我们家四个男孩，你们随便挑一个。不行，我们怎么能要你的孩子呢？这有什么不行的？他们都是乡里乡亲的。咱俩一块光着屁股长大的，我看着你们这么难过，我心里也不好受。要不这样，我们家阿四啊，最聪明伶俐，过两天给你们送过来，将来给你们养老送终，就这么定了吧，啊？那支书，这可不行啊！妈，我吃饱了。我坐这儿，凭什么呀？你们那边不是还有椅子吗？那边椅子，那边椅子去呗。我就喜欢这儿，我就喜欢这儿。哎呦，怎么了？我就喜欢这儿，我就喜欢这儿。对，不要去，不要去，带他们出去玩去。我功课还没做完呢，听话，带他们出去玩去。走，书记员，阿四走。你跟阿四说了吗？我张不了这口。人家响应党的号召，计划生育，带头做了绝育手术。现在这儿子没了，又不能再生。你说我这个当支书的，要是不能为他们做点什么，
我心里真是过意不去。那以后我们多接济点他们不行吗？这是两码事。老话说，养儿防老。现在他们儿子没了，心里肯定不踏实。将来闺女长大了，出嫁了，这老两口不就落单了吗？我猜他们心里肯定是怎么想的。你是人家肚子里的蛔虫啊。将心比心嘛。社员同志们，接上级通知，今天下午有官方面领导将莅临我们公社指导工作，这是上级领导对我们公社全体社员最大的关心和支持。同志们干劲很大呀，啊！不错，你们华西大队不愧是农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呀！哎，我们还得继续努力，感谢领导的鼓励。好，上这边看看吧。啊，吴书记啊，啊，有人说你们华西表面上大喊干社会主义，暗地里在搞资本主义，你怎么看呢？我们就是有一个小的铁匠炉，平时闲的时候修修农具，你农具坏了要不及时修理，那不耽误农活了吗？好好好了好了，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，啊！走了。哎，你们工作要抓紧啊！啊，小五金厂的事儿，领导早就听到风声了。今天没点破你，是给你留面子。你这么着，你听我一句劝，赶紧把它关了。哎，书记，还去下一个点呢，爹，回家啊！哎，老吴啊，再来看你们啊！好好好，再见。我看，我们还是要坚持实事求是，让老百姓吃饱穿暖，有钱花，
那才是社会主义，对不对？咱们这样，举手表决，支持华西村继续办小五金工厂的举手。哎，有福，你不是党员，你没有表决的资格啊。哎，我不是党员，可我是社员吧，这可是关系到我能不能过上好日子的大事儿，你总不能不让我举手吧。我不仅举手，我还举双手，我坚决拥护小五金厂继续办下去。好，全票通过，咱们的小五金厂继续办下去，这是我们集体决定的，出了问题我负责任。我们大家都负责任。我们和你们一起负这个责任。吴支书啊，没有党员带头，我们华西村就不会有今天的责任。你们党员要负，但是我们老百姓也责无旁贷呀。对对对，大家负责。对对对对对对，谁带头啊？我问你呢，谁带头惹的祸？还把责任推给弟弟，你像个当哥哥的样子吗？把手伸出来，伸出来。明明是阿四先给狗蛋打的，我们只是去帮他。就是，我们只是去帮忙。行了，以后不许再打架了啊！去了，阿四。你跟我来，爸爸有话跟你说。爸爸偏心，明明是阿四闯的祸。少废话，他小你们就不知道让他点儿。老四就是有错，也是你们这哥哥姐姐没带好。妈，阿四去哪儿呀？阿四，阿四，走，爸爸带你去兜兜风。
阿四，今天开心吗？开心。爸，我还以为你不爱我了呢。在心里叫吗？我以后还是你的儿子吗？阿四，行啊，吴书记。啊，去县里开会，传达中央文件。你看看，咱们这也不知什么时候分，哎，人家安徽那边早就分了。是啊，我们要分了。别乱了，乡亲们，乡亲们，听我说，咱别乱。吴书记到县里边开会去了，等他回来，一定带着中央精神回来。到那时候怎么分，咱就清楚了。咱别乱，好吧？都散了，回家吧。啊，散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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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走吧，啊。老吴到现在还不回来呢。好的，谢谢谢谢。哎呀，真怪了，红旗大队的王书记说老吴早就回来了，怎么到现在没影呢？就是啊，要不我们大家出去迎迎他吧。迎迎吧，走吧，走走走。但是咱说白了，你说一千道一万，你等一会儿他回来了，咱们就清楚了吗？你这不着急吗？都，哎，这不吴书记吗？就是嘛，吴书记，吴书记，吴书记啊。大伙等你等的心急火燎，这都炸窝了，你在这看风景呢？哎，风景这边独好啊，
你们来的正好，我看咱们就在这儿开个知友会，这不是挺好吗？我们农民的问题在田野里决定。嫂子。谁呀？我有福啊。哎呦，有福来了。哎。哎呦，这吴书记还没回来呢啊？没有。有事儿啊？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儿，就是想来问问吴书记，我们什么时候分田呢？大伙儿都说半天了，老吴，你也说说你的意见。我的意见有两个字儿，不分。不分。不分。没错，我们执行中央的政策，不能只听上句不听下句，更不能不过脑子随大流。中央的政策说得很清楚，一统则统，一分则分。这什么意思？就是说有的地方发展的晚，分田到户可以更好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。但是咱们华西不同啊，我们发展的早，我们早就跨越了这个历史阶段了。如果现在掉头回去分田到户，反而会损害我们的生产力发展，是不是？我们华西村经过这20多年的发展，已经积累了一些资金。过去我们是小作坊，小打小闹，现在我们应该攥紧拳头做大事情。吴书记啊，道理我能认可，可你有没有想过全体社员能不能认可？就是他们认可了，全体社员都投了赞成的票，上面会不会有人说我们跟中央的政策和改革开放唱反调呢？这可是个大是大非的问题啊！我们这些当干部要吃透两头啊，一头是吃透党的方针政策，一头是吃透我们自己的实际工作情况。什么叫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跟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？就是坚持实事求是，从实际出发。他们分田到户是坚持实事求是，我们不分田到户也是坚持实事求是啊。可老百姓是不讲大道理的，老百姓最相信是眼前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。你看眼下大家正嗷嗷地叫着盼着分田到户呢，让我们怎么跟他们去解释呢？老百姓没你们想的那么复杂。这样，咱们马上回去召开全体社员大会。来开会啊！啊，那个咱们开会了啊，大家注意听啊！来来来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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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吴书记啊，你这是画的什么呀？不像咱们村的地图啊！你们说的对啊，这个的确不是我们村现在的地图。我告诉你们，这是我们华西村10年以后的样子。我们现在是家家住上小洋楼，骑着自行车，电灯电话都进了家啊，热水也进了家了。你们说，知足吗？知足。知足好，知足常乐。知足归知足，但是我们要有理想，有抱负，有新的目标。啊，这个画上啊，有很多东西我们现在已经实现了，还有很多东西我们没有实现。看，看这个高楼，我告诉你们啊，这个高楼将来就是江阴最高的楼，甚至是全国乃至亚洲，我们都要排上前几位的高楼。我们华西还要有更多更大的工厂，我们生产的产品要销往全国，甚至亚洲、全世界。我们的地里不光是种庄稼，我们要种各种经济农作物、水果，我们要一年四季开花结果。
你们说将来的华西美不美啊？这个画上啊还有很多东西没有画上去，比如说啊，将来我们华西村的村民不管是谁，大病小病看病医疗费华西包了。你看啊，这个上面没有公园啊，咱们应该像城里面那样啊，要有自己的公园，是不是？对，我们要有公园，我们不但要有农民的公园，我们还要在我们华西村修一个世界公园，让我们华西村的村民啊，我们这些泥腿子不出华西村，我们就能溜遍全世界。将来我们华西啊就是一个大花园。吴书记，你说的真的还在和我们开玩笑呢？对啊，开玩笑啊！这么大的事情，我能开玩笑吗？我说的句句是真话，千真万确，啊！但是啊，如果我们现在啊分田到户了，那这个画上的很多理想都不能实现，很多东西啊都没了。哎呀，我还以为啊今天要分田到户，弄了半天，吴书记啊你是不想分了，是吧？吴书记，你又拿大话引诱我们，是啊。不错，我呀的确是用大话引诱你们，但是你们想一想，这些年我说的哪句大话没有变成实话，我说的哪一件事情没有实现？你们要支持我，我们不但不分，还要团结苦干。我向大家保证，总有一天，我说的这些大话会变成大实话。苍天在上，苍天在上，先烈作证。先烈作证！华西村全体党员在此宣誓。华西村全体党员在此宣誓。吃苦在前，吃苦在前，享受在后，享受在后。不存私心，不存私心，不谋私利，不谋私利。有福同享，有福同享。有难先当，有难先当。是为人民谋幸福，是为人民谋幸福。这次北上参观圣旨旗收获大吗？岂止是收获大，完全是意外的收获，收获太大了。真的？哎，那好。生产农用喷雾器，哎，吴书记啊，你有没有搞错啊？如今是包产到人，农机关门，整个农机行业都不景气。在这个节骨眼上，我们办厂生产农用喷雾器，这不等于是自杀吗？近视眼，你近视眼，你就看到表面的冷，你没有看到底下的热。现在是什么情况？现在全国基本上都是分田到户。过去，一个队用十几台喷雾器就够了吧？现在是家家户户都要用喷雾器。你算一算嘛，中国有多少农户？我告诉你，不要说多，哎，两家合用一台，那就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嘞。哎，我明白老吴的意思了，别人分田，咱们办厂，啊？这要是算账，谁也算不过老吴，就是不是？吴书记，这事儿交给我吧。三个月建成华西药械厂，晚一天我提头来见。谁让你提头来见？提头来见，告诉你，我们华西现在是要用人的时候。哎，你们这些年轻人，我得甩着鞭子赶着你们往前跑，跑跑跑！包子，好，干完咱们提包子，好不好？好。
同期有保证吧？没问题。以前你们老一辈创业啊，都是人拉马拽的，我们现在有铲车、卡车、起重机了，绝对保质保量保工期。您就让销售部放心大胆的签合同吧。是是，以后再说，以后再说，我还有事。别吵了，我不是说了吗？这事以后再说，偷着让你们吵的。王科长，你看看我们的资料。王科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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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王科长。马科长，怎么又是你啊？你怎么又来了？哎，马科长，哎，大家快快，你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二狗，扔下来！你在这干嘛？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么多人，你不怕砸人呢？马科长，你看这编织袋里边足足有150斤黄沙，从楼上扔下来，不开不裂，完好无损。要是您选择了我们呢，那绝对是物有所值啊！这俩确实不错。对了，你去哪个厂的？我是江苏华西村的。吴书记，吴书记，嫂子，开门。谁呀？哎呦，阿弟，快来，嫂子，快来，我都急死了。啊，吴书记，我不知道我是立功了还是闯祸了。哎呀，你先别着急，慢慢说。快快快，去给他拿个毛巾。我看机不可失，我就自作主张拍了板，这不外销合同我都签了，这是大好事，这不是闯祸。四个月就要交货，四个月，可是我们连造珐琅盘的厂子还没有呢，如果到时候交不了货，是要赔一大笔钱的，书记。哎呀，当时两个厂家在竞争，如果我不签，合同就没了，我一急你就把合同给签了。张海弟，好，你这不是闯祸，你这是立大功了。根据合同需要量上规模，整个珐琅盘厂需要的基建设备人员一共450万。这么多，这也太多了吧。咱们村的财务缺口大，如果这个项目非得上，那就得需要向村民集资。这是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，这一摔碎，我们几十年的努力全完蛋了。钱是一回事儿，关键的是时间，只有短短四个月，现在又是雨季，上个新厂谈何容易。哎，我就知道我闯祸了。谁说你闯祸了？用不了四个月，华西村的村民得向你鞠躬。马上造厂，造大厂，这是我们华西的必由之路。我们要想大发展，创造一元村，这个坎儿我们早晚得过。造，压力就是动力。但是王石是怎么说的？有条件要上，没有条件，我们创造条件也要上。大清的精神，就是我们华西的精神。我们只有背水一战，才能够领先华北。喂，哎，东站货场吗？我的张姐怎么到现在还没有？创造条件也要上，大清精神就是我们华西精神，只有背水一战。别安排事儿，早点回来。怎么了？阿四今天过生日。阿四今年20了吧？22了。哎呀，阿四都是成年人了。那个张家说呀，今天咱们两家一起给他过生日。行，我去趟南京，晚上赶回来。
陆老师，你好。你是？我是华西村的，我姓吴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吴书记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你来过好几次了哈。啊，好。哎，陆老师，你别着急走啊。那个，我上次跟你说的那个事情，你考虑的怎么样？我说你怎么总盯着我呢？我不光是盯着你啊，我盯的人多了。学金融的，学外语的，搞设计的，搞管理的，只要是人才，我都希望拉到我们华西村去。你是搞机械制造出身的，又懂外语，又是教授，我们华西啊，现在就缺这样的人才。而且啊，你还是农村出来的。我从哪儿出来的，很重要吗？很重要。你从农村出来的，你懂我们农民。那这样吧，你们华西有什么技术难题说出来，我帮你们解决，但是没有必要把我调过去。嘿，陆老师，我调你过去是做厂长，不是做普通的工程师。做厂长？陆老师，而且我还知道，以前你办过工厂。看来你对我的过去还挺了解。我还了解，你把那个厂子给办砸了。那是因为他们在关键时刻不听我的，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是外地人，他们信不过。你到我们华西来，我们华西相信你。你能让我按照自己的理念办企业吗？包括关键决策。没问题。只要你把你自己当成我们华西人。可惜呀，吴书记，你只了解我的过去，你不知道我最终的愿望。你说吧，只要是我能办到的。我说的不是钱。让我的父母和家人过上好日子，不是我最终的愿望。你知道，我的老家是个极度贫困的地方。我明白了，陆老师，你是要回去改变你的家乡，对吧？那是生我养我的地方，我不能看着它永远贫穷。陆老师啊，我没有看错你，你到我们华西来，你来干一番大事业，将来你要是走的话，我不拦着你。此话当真？我如果离开华西，你不拦我？对，我还要助你一臂之力。我告诉你，陆老师，我们华西将来壮大了，我们还要去帮别的地方。哎，我宁肯你把我们华西当成一个实验田，啊，有了好种子，你带到全国去啊。我们华西人不是小气的。好，我再考虑考虑。哎，陆老师，我已经来了三次了，我可以来第四次，但是你总得给我个期限嘛，不然的话，就在我们学校找其他的老师了。陆老师，你是一只金凤凰，我们华西也是棵梧桐树啊，这点自信我还是有的。当然，如果有合适的人选，你随便。再见。吴书记，怎么样？成了没有？啊？本来还挺有希望的，结果让我给搞砸了。走吧。放心吧，肯定还会有比陆老师合适的。对，强也强不甜。就是。王老师，我这煤哪儿来的呀？不是你买的？不是啊，我正愁没时间买呢。一个姓吴的老师傅说是你的，他一个人搬上来的，这一大堆够他受的。不能就这么算了，你停车。书记，你现在再去，咱多没面子。就算他不去，我也得给他赔礼道歉啊！停车。
吴书记，我啥也不说了，我干，我去华西干，而且不干出成绩来，我绝不离开。哎呀，好好好好，我就等你这句话了。也还没到呢，哎，这怎么办呢？这闹的呀，这哎，是不是能给顺序上下给颠倒一下？那题目都乱了。哎，咱们是电影演员之间，我互相去通融一下。哎哎哎哎哎，你这怎么电影演员怎么又走后门了？是吧？演员在哪？哎，要不咱们不等了，咱们先吃，不干脆先吃先吃。等等，还是等等吧。妈，爸，哎，谢谢了，这生日酒算我喝了。哎哎，阿四，阿四，你哎，去，别走啊，阿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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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怎么了？他怎么走了？啊？怎么了？今天什么日子啊？什么日子？哎呦，我今天早晨怎么跟你说的？今天是阿四的生日啊！哎呀，我这不是赶回来了吗？来来来，来坐坐坐坐坐。什么都忘不了，就是家里的事儿记不住。哎呀，哎，你们没吃啊？等你呢。啊，那个吴书记，今天呢，一是为阿四过生日，二呢，我跟他妈商量了。阿四这个儿子我们就不要了。怎么了？啊，是不是阿四做错了什么事情？没有没有。哦，没有。吴书记，阿四是一个好儿子，可阿四再好，我们还是不要这个儿子了。哎呦，那可不行啊。哎，阿四从小跟你们过了这么多年了，你们突然说不要了，这阿四会怎么想呢？是不是这个我们大人做错了什么事情？不是你们误会了啊！我们是不要阿四当儿子，想让他当女婿。阿四跟阿芳打小一块长大的，算青梅竹马嘛。我们就为这事来的。对对对对。哎呀，当女婿好啊，好，我没意见。哎，哎，董事长，主要还是得听听孩子的意见啊，我们不能包办嘛。另外一个，当初把阿四给你们，我是交代好的，是要给你们养老送终的啊，所以不管阿四是当女婿还是当儿子，这一点是不能变的。听说你有个三不：不拿最高工资，不拿最高奖金，不住最好的房子。你是华西贡献最大的人，可你现在还住在70年代盖的房子里，我不能理解。家有黄金所等，那么你一天呀只有吃三顿。房子豪华独居鳌头，你一个人也只有住一个床位。你80岁以后，楼上来一块钱，还有的人楼上来100亿。那我的看法是差不多的。那你能不能说一说你心中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呢？人民幸福，啊，这是社会主义；全人类人民幸福，就是共产主义。老郑，这现在又是儿子又是女婿了吧？啊啊，亲上加亲，喜上加喜，是不是？是是是。阿四啊，阿四，快20年了，还记得当年你爸把你领到我们家的时候，他跟你说过的话吗？嗯，记住，今天你一定要叫他爸爸，啊。叫。
年那些媒婆到了咱们华西是怎么说的？他们说，人均日产半斤粮，有女不嫁华西了。有女不嫁华西了？我看现在，我们华西的小伙子不但能娶到媳妇儿，而且外面很多小伙子争着进我们华西呢。哎哎哎，今天的新郎有几个是倒插门的？举手我看看。你看。跟你们开个玩笑啊！既然你们到了华西啊，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啊！来来来，把我们贺礼拿上来。爱党爱国爱华西，爱亲爱友爱自己，相亲相爱。哎，老吴啊，啊，你是不是太抠门了？放着宾馆的山珍海味不给我们吃，把我们拉到这儿来吃这个粗茶淡饭？哎，你不要乱讲啊！我告诉你，我老婆的手艺很好的，哎，不比宾馆的差。我是怕你们吃完了不想走。来，哎，慢点，老婆，你今天摆的这不会是鸿门宴吧？哎，先喝酒，喝完酒再说啊。来来来来来，这酒啊，我不能喝。你不把话说清楚喽，这酒我喝的心里不踏实。就是，你这个铁公鸡今天突然拔毛。肯定是有事儿，有事儿你就说嘛。啊，行行行行行，那我就开门见山嘛啊。这些年我们华西啊发展的不错啊，当然托各位的福。我们华西这点家底啊，你们心里都是很清楚的。我们这个修厂房、盖住宅、修路、修公园，我们能批的山啊，能征的地啊，基本上都快用完了。没有办法。现在都逼着我盖高楼，往天上要地了，但是这不是个长久之计。哎呀，现在外面啊，有很多好的项目要跟我们华西联营，可是我现在很难，我没土地啊，所以啊，把你们几个找来啊，想跟你们商量一下，跟你们借点地。什么什么？借地？其实也不是借，我这些年一直在想，我们应该搞一个大华西，就是把周边的村子啊，像滚雪球一样的都融进来。哎，将来我们要再盖新厂房，比如说啊，我们用你们村的地，用我们华西的资金，到那个时候大家共同发展，一起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。哎呀，老吴啊，你别绕了啊。你说了半天，说的再天花乱坠，无非就是两个字：兼并。你华西要吃掉我们村子，对不对？我说的吧。今天老吴摆的就是鸿门宴。吴书记，你们华西头上顶的是社会主义的天啊，那我们立的也是社会主义的地。我们有人有地有手有脚，用不着你华西来当救世主来帮我们。来，对，不是这个意思啊。大家一起富不是挺好吗？这不光是我们在帮你们，也是你们在帮我们华西。我们华西啊，现在已经发展到了一个瓶颈阶段，要想继续壮大发展，那只有一条路可以走，那就是发展大华西。我看这是你的一厢情愿。不是，好你个吴仁宝，你可真行你啊！百年不遇的请问一客，你居然把我给忘了。大伙说是不是该罚酒啊？再说了，你还欠我50斤粮食，你可别忘了你。我忘了谁，也忘不了你老王。你当初卖给我那个大磨盘，现在还在我们的村史馆里陈列着呢。我可是当宝贝。本来我是想单独攻下你这个老顽固的，你这是自己送上门来的。太晚了，不是一杯啊。哎呀，来来来，哎，嘿嘿嘿，怎么了这是啊？个个脸上跟那黑包公似的，话不投机啊？那就喝酒。鸿门宴的酒啊，未必不能喝。嗯，今天算是我投石问路。大主意你们自己拿，回去商量商量也好。总之，我们华西人是希望大家
共同致富。如果将来合了，我们是一家人；不合，我们还是好邻居吧。啊，这个酒啊，我已经戒了30多年了。今天我就破个例，啊，敬诸位当家的，我先干为敬。老王啊，你说我错了吗？嗯，都是一些得罪人的事儿。我都得罪谁了？太多了。你包括我，你知道，我是天底下最倒霉的一个村支书。嗯，你知道因为什么吗？啊，就是因为我们红旗村的河对岸有个华西村。哦，就是因为华西村的村支部书记叫什么吴仁宝。又吴仁宝。也不知道他脑子里哪来的那么多点子，今天又干这样的事儿，明天又弄那样的事儿，你说弄得我们跟他后屁股，哎呀，你追我赶的，拼了命都赶不上。你就拿我们村来说，我们叫红旗村，可几十年了，红旗却始终在你吴仁宝手里拿着。你追我赶不是挺好吗？啊，这不现在大家都富了吗？所以老吴啊。我说你的步子稍微慢一点好不好？啊，我跟着你后边追了你追了几十年了，今儿个好不容易看到你的后脑勺了，你小子可倒好，腾一个跟头又弄出那么老远去，你算猴子你啊？要搞什么大花戏？老王，这件事情你得帮我，我们是几十年的交情了。你不是不知道，我上个月就退下来了。不过你放心，老吴，这件事儿，我回去之后，我会跟新上任的书记一五一十的汇报的。老伙计，你今年多大年纪了？你还以为你年轻呢？听哥一句话好不好？别折腾了，树大招风啊！我才不管什么树大招风呢，我要的就是结果。绿树成荫，一棵树再大，它的阴凉地儿也就这么大一点；一棵树再壮，它也不可能比一片林子能抵挡风雨。我恨不能村村有一棵这样的大树。根连根，心连心，甚至全国都能连成一片，你说到那个时候是什么景象？那不是子子孙孙享清福吗？你呀，你是真敢想。我不但敢想，我还敢干呢，我才不管别人怎么说呢。可惜呀，老吴，可惜你只是个芝麻绿豆大的。你说，你这是何苦呢？净干些得罪人的事儿。缺老头。我们是一片好心。他们却当成驴肝肺，吴书记，我们不能干这种傻事情。傻事儿？是啊，你知道村民怎么说吗？怎么说啊？这明明是我们花钱给他们办事情，哎，他们倒不乐意了。我们干嘛要花钱落埋怨的事儿啊？你这话说的不对啊！搞大华西是我们在帮他们，也是他们在帮我们呀。一加一大于二，这个道理应该弄明白的。哼，但愿他们也能想明白啊。我相信啊，只要我们的屁股是坐在老百姓这一面的，他们早晚会明白我们是在为他们做事情啊。书记啊，红旗村新书记电话。哦。
哎，我是吴仁宝啊。哦，哈哈，好啊，好。哎，他们说什么？他们新老书记合计好了，想明白了，不做好邻居，要做一家人。哎呀！这你还不明白？把我们的奋斗历史都刻下来，让我们的后代永远记住今天的华西是怎么来的。你怎么连这点道理都不明白呀？郑爷啊，郑爷，您过来一下。怎么了，臭小子？这儿刻什么呀？您这画稿上没画。你让我想想啊。现在进行今天的最后一个议题，也是今天最重要的一个议题，就华西集团是否谋求上市这个议题，大家进行表决，同意的请举手。放下。反对的请举手。10到43人，赞成42票，反对1票，弃权0票，议题通过。少数服从多数，是党历来的组织原则。我是一个老党员，我当然会服从大家的决心。股票啊，是个新鲜玩意儿，我不太懂。但是如果要上市，起码要做到3条：1，股民要满意；2，村民要满意；3，一个，我们华西村的这个牌子不能砸了。现在，你们大家说啊，我听。我希望你们大家能够说服我，让这个决议全票通过。我先说，大家听我说，在我看来，争取上市至少有几大好处。第一大好处，华西的经济上去了；第二大好处，华西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了。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。上市能把华西带入二次创业的良性发展轨道。股票至今已有400年历史，它是伴随股份公司这种企业形式而出现的。资本运作说到底就是追求资本的利润最大化。华西这一品牌必须不断创新，不断前进，否则竞争将淘汰我们。华西村这3个字就是巨大的无形资产。上市能让公司获得大量的资本金。股份公司上市势必扩大华西的品牌效应。关键是股份公司必须有效率。华西的产业结构面临着新的调整。从国际经验看，世界著名的大企业几乎全是上市公司。我们应该一边上市一边改革企业机制。根据中国公司法的规定和中国证监会广泛吸收社会闲散资金，增强华西品牌的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。上市有助于拓宽我们的融资渠道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，融资就是穿别人的鞋走自己的路。上市可以提高公司的知名度，增强大众对公司的信心。上了市就能让我们华西登上经济发展的制高点。最后一条，上了市，全国老百姓都能买我们华西的股票，我们华西赚的钱就能给他们分红，这就等于全国股民都能享受到华西几十年来奋斗的成果。完了，完了。这些天啊，我一直在想，华西
是我们农民自己办的一个企业。我们到底能够走多远？我们能不能跟那些声名显赫的大企业在同一轨道上继续往前发展？我投反对票，是为了换取你们大家更真实、全面对我们华西是否上市的论证。我承认，我被你们大家说服了。我们华西，我们农民终于走出田野，我们上市了。来的不少人啊，来问我。到我们华西来的不少人来问我，你华西什么秘诀？你们华西成功有什么秘诀？我们有两个。我们有两条。一呢，实事求是。一是实事求是。二呢，吃苦耐劳。二是吃苦耐劳。那我呢，今年是85岁。我呢，今年85岁。我工作60多年。我工作了60多年。我对自己几句话评价。我对自己呢，有几句话的评价。我是叫骂我不生气。叫骂我不生气。夸奖不足喜。夸奖不足喜。挫折不泄气。挫折不泄气。因为我是一名共产党员。因为我是一名共产党员。我要为党为国争口气。所以我要为党为国争一口气。苍天在上。苍天在上。祖国作证。祖国作证。我们宣誓。我们宣誓。有福冥想。有福冥想。有难关刀。有难关刀。今年华西奋力冲刺，销售收入100亿，明年200亿，苦战3年，销售收入500亿，造福于民，造福于民，共同富裕，共同富裕。又是寻常的一天，80有5的老书记又雷打不动地巡视着全村的每一个角落。他早已记不清在这条路上走过多少回了，但他知道每走一遍，他心底的幸福就多了一点点。